这边行，横的横的，老姐，弄过来，像这个是靠那边，靠那边，哎，靠上那个横一完事儿。这，这个杯子，这边，对，来了，往那个挪。这人不装酸的。我老人成功的深入了农民生活，真是农民的儿子。费小康的，太好，手还小，就剩最后这点地了啊，那有一亩多地儿。完了，那个这小杯子背去，背一个100多盘，就这玩意儿。杯子咱整完了，咱得利用上，是吧？啊，多点再往前边装。没事儿，他这没有过沟过啥的，啥事没有。没事儿了。对，对对对，那没事儿。对，挪上。没事儿，往挪吧。你拿多少盘啊？拿多少？奔你家那走，不用拿多少盘，往这撇了呗。好，儿子上车来。我拉儿子，这车啊，最快跟乌龟跑似的，没多少迈，最快能达到，达不到40迈都，能达到20-30来迈呀。说这个升降，往下搬，哎，哎，对，搬到点儿，搬到点儿，很好玩，很好玩啊！我就把这边儿撇就完事儿。还有呢？这玩意儿捞完哥了，这是去年要倒须子啥的。把地扒出来，老硬了，咱尝。对，刚才咱捞，有的哥呢就给他捞出去了。走一圈捋这个，啊地，捋吃梗吧。对，捞煤就行，捞煤它就完事了。手边是好啊。